蒸种糜肉，但是糜肉到底是什么挖哥真的吃不出来。哈喽哈，各位妞新闻的读者大家好，我是哈雷蜜。今天爱玩妞哈雷蜜在饭店里开箱一个很神奇很新2018年今年暑假最新的东西，姜家日清泡面新推出的蒸种糜肉。其实啊，这个蒸种糜肉就是晋级的巨人联名的晋级的糜肉。大人しくしてろ。そうしないとお前らにうまく湯を注げないだろうが。はあ？おいおいおい、マジかよ。今すぐ店頭に急げ。好了，我们先来试试看最重要的晋级的米肉。吃不出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踹看面哦。面就是面啊。日清泡面你们吃过，就是面汤辣辣的，它有写其实这一碗的口味是烟熏辣酱油口味，但是糜肉到底是什么挖哥真的吃不出来，早就料到会有吃不出来的状况发生，所以我已经上网帮你们查了糜肉真正的秘方是什么，碎肉混大豆，这有点像肉，然后又加上一点点豆渣的感觉，吃起来比较有点爽爽，比较健康，但很好吃。口好渴，摄影师丢进来。哈雷蜜这种走在时尚尖端的人，开什么玩笑？喝饮料一定要喝最时髦的透明可乐。哎，你该不会还在喝透明奶茶吧？我去了西洋。哦，你喝透明奶茶，哦，我都要笑你咯。要 hold 住全场，就跟哈雷蜜一样，吃蒸种糜肉配透明可乐。这不是我自己买可乐，然后喝完，然后装水进去哦。这真的是我在便利商店买的。哦，一喝下去的那一瞬间，你就会想说，嗯，有气的柠檬口味的糖水了，因为就是没。如果你喜欢哈雷蜜今天的介绍，拜托请 follow New 新闻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， 还有哈雷蜜本人的 IG 跟 Facebook 专页哦。大家请跟蒸种糜肉、透明可乐，还有哈雷蜜说拜拜。